习主席当时说这个苏州过后啊，五挺大。广东谚语呢，就是你要上船你就上船了，你要错过了就搬船了。在苏州之后呢，就没船了。意思是什么呢？香港要必须不失时机的掌握国家发展大局带来的给予的机遇。这句话是非常深刻的，而且非常生动。 现在香港很多人还是经常引习主席这句话鞭策我们自己。今天作为香港市民，作为我们中国移民分子，机遇很多，而且呢，这个平台比十多年前我们这一代出来参加工作的时候呢，要高得多。我们必须不失时机的去掌握这些机遇，把这些机遇呢，把它转化成为香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，更加积极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。